啊，从邓家村过来的，12号过来的啊，家里情况啊，这里水种的很大的啊，全部那个房子都进完了都，我是12号过来的，这挺好的哦，这里环境很好的，衣服啊、吃的、啊、住也好的，心情很好的，是大家一起嘛，你在这个厂里一起，不是他是今天晚上他搞个节目嘛，他在跳个广场舞嘛。 我这几天态度不怎么好，没有回去，也没想过，想过，还不想回去看看呢？但那个水大嘛，家里水大嘛，啊，前面都淹了嘛，再回去干嘛了？